大中小学生前来听课学习。哈佛外语主要是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，利用英语歌谣、做游戏、师生互动等方式，让学生轻轻松松学习外语，使枯燥无味的英语变得简单易学、朗朗上口，使孩子们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。他们的外语形式挺好的。本台记者报道。好，观众朋友。